这个是爷爷买的刮刮乐，一张200块钱，看有没有机会中200万。哦，现在的话是这个大年初二，哦，大家都回来了，哦，回来一起过新年。好多小朋友先，哇，钟汉来了，我先稍微记录一下，哦，待会再仔细拍。有中吗？哎呀，姐姐，你把它全部都刮完啊！看看，看看你的号码有没有跟幸运号码一样。如果一样，你就可以中。它这里会有一个幸运号码，待会你刮完就会看到。然后呢，下面的号码如果跟幸运号码一样，你就可以获得那个钱。要不要帮忙？你看有没有号码出现了？有没有？你看到，哦，这里是不是有条线？那这条线上面的是那个幸运号码，啊，线下面的是你的号码。如果你有中幸运号码，你就可以得到那一笔钱。哦，这里在卖彩票，卖刮刮乐，那个说错了。哦，那鼓掌号在那边刮。啊？那个你如果说。你如果你这个号码跟幸运号码一样，你就可以中5000。那下面写什么？5000呢？是吗？他要告诉你说啊，你先刮完，我跟你讲，全部刮完。谢谢，祝你生发财。姐姐，你看哦，上面是你的幸运号码对不对？有17跟24。好，哦，那如果下面的号码有跟17跟24一样的，你就可以中下面的这个奖金，有吗？有17跟24吗？是不是没有17跟24？所以你这张就没有中奖啦，知道吗？没有中奖了。